都已经变成民宿了。Hello， 我要那个就是那个饼，买我要带回台湾的，两包。还要一个汉堡加起司，370呀。谢谢。哎，其实还没有加。啊，还没有加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回台湾的，你刚上车，快进来。最前面吗？上船了，终于上船了，上船。整个带带，拜拜。这个船舱的气温啊，冷气空调设得很低啊，一出来就起雾。已经到基隆港了，比我预计的时间还要快啊。不过我们还是在这边休息一个晚上。船要靠岸了，看看能不能先去。对啊，没多少车，我整理一下我的装备。哦，在那里。Hello， 朋友们，我回到基隆啊，这次去马祖快闪一天，两天一夜。昨天早上到嘛，今天下午回来，应该也算两天了。不过今天什么都没有看。人员下船也是走这个车舱甲板的通道。啊。哦。以后不要这么麻烦了。搬上搬下就够折腾了。
可以直接出去的吗？可以哈。对啊，啊，有给你单子吗？对。啊，对啊，这昨天，然后我今天就回来了啊，在这里了，在这里啊。啊，自由了。那我觉得这个啊，出这个港口啊，感觉好像都被当贼一样，一直在检查，一直在检查。当然，为了这个国内这个安全上必要了，可是总是觉得感觉不好啊，不来了就好了，既然来了就好好再待一天吧。哇靠，这里不能向左转。我到台马路了，昨天去，今天回来。啊，你们怎么在这里？你们环岛，我已经绕一圈回来了，明天要回家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好巧哦。拜拜。竟然在这边遇到国中部的学生，他们在环岛，我也在环岛。哎，请问你们是在巷子里面吗？我怎么顺着导航过来，怎么没有看到你们？我应该不是在爱山路转进来，那我再看看。OK， 好，谢谢，好，拜拜。哦，这样才有办法进来呀。哦，到了。终于走进来了。终于找到了。对。刚是你来的。对。因为那个单行道，我从那边过，根本就绕不进来啊！我的重机上面有很多行李。来，我先跟你说。好。哦，你们有自己的停车位吗？这边。太好了。好。那我行李可不可以不用下？这也不会被偷。不会被偷啦。不会哈。不过只是衣服，不是说。对啊，就是一些帐篷露营的。好，太好了，我先停好。耶，有停车位。哇，太棒了！我的车比较长。到这里，到这里就好。好。安尼你甲，好好好。安尼多好。哦，安尼多好，太棒了。你这个都不拿下来的意思。等一下，再进去一点吗？你就推到墙壁一点。有推的不行吗？有难度，这太重了。对。使出洪荒之力。如果说你不屑，就是再进去一点，因为我怕修旅车比较大，我可以到。谢谢，我再进去一点哈。是这样。可以了。好，先放这样了。我先登记。黄先生，对不对？是。那明天的早餐就在你后面的餐厅，7到10点自助式，不用早餐券。好。最长就最晚12点。好。嗯。房价 OK， 可以用1710对，刷卡，还可以用 Apple Pay 吗？可以，好，稍等一下，跟你确认一下电话，很久，那是6楼7号，是哦，6楼7号，就这支，我现在要出去，没有，就是你们我的那，这样就好了哈 ，OK， 好，谢谢，好，那我，到了，终于到了，逛街去，吃东西。我有一个很好的太太，她跟我说，她昨天看了什么 Netflix 上面的什么八尺什么影片，然后那片都是在基隆拍的，有一间叫天天鲜排骨饭，来吃吃看吧。她就跟我说一定要拍啊，好，我们往那个方向前进。哇，这个路这么小，真的，肚子饿了，吃完一个天天鲜排骨饭再来。逛这个庙口夜市，到了吗？哇，沿路吃的东西好多啊，而且
车子、人，那个密集度超乎你的想象。要去饭店的路上 ，Google 第一次导航是对的，但是我到了路口，看进去正底是一间庙，然后路又那么小，直觉反射就是不应该骑车进去的，因为两旁停满了机车，可是有停机车就是可以进去啊。啊，这个饭店还不错啊，有停车位。好，赶快走。没有。虾仁排骨饭、排骨鱼排饭。在家里的太太呢，把那个 Netflix 的《八尺门辩护人》看完，提到这个基隆的天天鲜排骨饭，说现在很夯，叫我一定要过来吃啊、哦。很可爱，他写说口腻，口感偏油腻，爆油腻，吃的是油香口感。不是清爽口感，用餐前谨慎品尝。好，谢谢。啊，快点再换家里了。哦，好。我点这个鸡腿虾仁，猪骨汤。早上离开马祖的时候也还没怎么吃。哇，破掉了，破掉了。家的，但是家里的长辈说再休息一天了、啊，不然哈、哦、太耗时间了啊。越、哦、秀，这里借凉。去马祖参观，看着八八坑道就忍不住，经过免税商店也买了一罐八八坑道。哇，八八坑道，哦，还有一个，这个是。所有得奖的总统指定国宴酒东永陈年高粱酒铂金奖，铂金奖买一瓶马祖高粱酒53%600%好像马酒哦，两百马酒哇，不敢放在车上，万一被偷走，哇，这边不少钱了。爸爸看到的袋子，东永陈年高粱酒袋子，马祖高粱酒袋子都有袋子，还买了两包季风饼，季风饼。好，我们来逛庙口夜市吧，得过奖的夜市，这里。好，好，来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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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诸位，你看，诸位，诸位，您那个行李还没拿，借我过一下，是吗？你行李还？今天这间华府饭店还不错。啊，自由行逛夜市，手机。鲜果汁。新生排骨。你们不可以坐到这边。
冲一杯两个喝，打工蛋相当好吃。我们喝的是基隆天妇罗。你好，来坐。35，有小份的呀。可以坐吗？可以坐。可以。35块。哦，谢谢。谢谢。天妇罗。小的。这个。嗯，小的是。小的有啊，70。酱料30在里面。来坐，你好，里面有位置。快点嘛，好吃哦，老店哦，吃吃看啦。你要几份？一碗两碗，一份。对，有碗，我先给出来。我先选几号？要一个盒子这样，要小的大的。谢谢。嗯，还不错。天妇罗一份最小的35。哦，加点肉羹。他那个猪脚最少多少啊？啊，100哈，我吃不完。好，现在更新了一个更好了，加点醋。加一碗又醋，对。我给你来一个呀。对。灯吗？你那个灯可以吧？后面两份一根肉。他刚刚走的那一步。好，再来吃一个。我们讲三明治。香香咸酥鸡，有一个泡泡冰。你讲三明治这里。好，排队了吗？排队排队，哦，排到这里来，买一个，对，68号餐，营养三明治，一份60块，一份。谢谢。嘴巴都快在爆。对，几位？一个。那我们楼上坐可以吗？好。好，楼上点哈，新粉圆哈。没有，它是一般的粉圆，包心粉圆是这一个。好，那要包心粉圆。哦，我看。什么？啊，包心粉圆，对。好，谢谢。新疆羊肉串，我想点一串羊肉来吃。没有搭配，啊，一份哦。对，一份50，吃一百。哦，好。哇，这个吃不完了。是在这边都有。哦，我要爱玉加鲜奶一杯。哎。再一杯芋奶哦，100块，好，帮我找55块，自己找55，谢谢。你好，后面小姐来，往前点。来，你好，来。爱玉，然后粉圆的。哎呦吼吼，谢谢哦，耶。嗯。
今天比较少人啊。下次的话，它有像买一份地瓜 QQ 球，但是不 Q。这里也可以走，走这个人行道，人比较少，又比较凉。哇，今天宵夜吃得很满足，吃不下了。哦，战斗力太差。好，几点？八点而已。嗨，朋友们，早安。现在人在基隆的庙口夜市前面的一间饭店，这里还不错，还蛮睡得蛮舒服的，冷气很凉，而且床也很暖，很安静。啊，我们先去吃早餐吗？来，好，谢谢您，先买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简单的荆州小菜。好，然后不要少了，好的。下雨了，有一间叫做连珍糕饼行，哦，大家跟我说可以去看一看，再来看看有什么可以买的吧，买买就准备回家了。好，连珍饼店他说在饭店的后方，所以就再绕一直绕就对了。哦，这里绿豆八角糕，哦，这个好。哎，请问我如果都挑一挑，它有什么盒子装吗？还是都是散装这样？你要礼盒式的哈，礼盒的好。啊你，我这我那你要国外大饼吗？对，没事。我要看我放不放得下去，我那个箱子。我是骑摩托车从台中来的，然后我有一个箱，我环岛了啊，刚好到这边今天回家买一些伴手啊，然后你是要自己吃，我不会接你用这个，不然你会买散的。哦，散的，对，我就怕把它压扁，因为我是骑摩托车，我有盒子，有盒子啊，像这个我就有小盒子帮你装，哦，它真的不怕压，没关系，好，这个更厉害，是啊，就多挑多买嘿。哎梅子八角糕，绿豆八角糕，1、2、3、4、5。蜜饯枣泥，这什么东西？8月22，还要那个芋泥球，大雪露，买了600块。好了，该回家了。环岛旅行就要今天画下句点了。马祖买了一堆这个马祖酒厂的高粱酒啊，还有袋子里面买的基隆的糕点哦，还有鸡光饼。好，慢慢收了。好，我的东西变多了，要看看怎么整理打包。好，压了，终于装好了。
从这边要回家，导航是叫我走台北市啊，市民大道那边接淡水接台六一，因为那个路不好走，那我就走北部滨海公路啊，到金山啊，到三芝，到淡水绕一下，但是应该会比较好走。万里蟹，万里。很高兴跟你聊天，谢谢，不会，小心哦，小心哦，好，好，拜拜。好了，出发了，要继续走了。遇到一个年轻人也在环岛啊，来跟我聊天。好，已经下西滨快速道路了，从无锡交流道下，马上就要回家了啊。很开心可以这样又绕台湾一圈。这次除了大环岛之外，还有跳岛到马祖，希望接下来还有机会可以再骑的哈。不过呢，这个肚子要先赶快减下来，这个肚子不减啊，还有我的车泊应该也可以开始了，可以跟着几个朋友去车泊。好，就跟大家说拜拜了啊，拜拜。